子一直都很期待的，每一位弟子慧命要增长，有这个缘啊，走入菩萨道，这是很真实的人间菩萨道。我们有理想，我们有听到，我们有身体力行，走入了苦难人中去，去拔苦，闻声拔苦，救苦救难，这是人间真实菩萨。菩萨道呢，更不能老化掉，因为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，时间会过啦，空间不管偌大啦，都有尽头。咱的愿呐，是永远无尽。我们发愿呢，是无穷。哎，连连接接呢，不要间断。一切的善，就是累积起来，就是多方德行，累积了很多的善法，做到了以身作则，很圆满的人格，都不让他有缺，时间不要有缺席，那人间不要有缺点。